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尤其是 Odyssey 的车友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七八人座的 MPV Honda Odyssey， 它原厂没有电动轮，在台湾，然后日本有哦。那我们操作尾门的方式是，你会按解锁键连按三下，你会听到车室哔一声。好吧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像现在我这样一个 tempo 三秒，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它就会开。好，来。我再慢一点哦。光源会吸附，再来手动开启哦。我们介绍手动开启的部分，那手动一样可以开哦。好，来镜头带过来。我们这一次还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去买了原厂型的按键哦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这个 Odyssey 它是通用型的按键，那我们用原厂型按键让整体的质感更好。那你这边一样可以设定高度哦。那我们现在让尾门关下来。侧边，我们可以看侧边关门吸附的情况，非常的密合哦。哦 ，Odyssey 的尾门少说至少重45公斤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室内盲塞型的按键，在下雨天的时候，你不方便下车，你就直接按。好，我们再按一次。好，一定要按习惯按它就好了，习惯按你就按习惯，对，一样用啊，然后这个整体的操作的质感，跟它关门，跟它做动，都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个惯性了，它是非常的小声哦。关门会吸附哦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金博预约哦，谢谢。